不管事实是什么，这所有的细节都需要查证。还查证什么？等你查证出结果，公司都要姓赵的了。董事长，这件事情我们正在处理，麻烦你不要插手。我能不插手吗？公司都快易主了，智哲，你马上让许诺离开公司。 董事长，许诺来公司以后成绩非常突出，不但给公司拉来了5000万的投资，而且业绩直线上升，现在外部的势力非常良好，所以我觉得广告的事件应该是一个误会，您这样下决断太草率了一点吧。林凡，我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情，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相亲俱乐部，任何人都不要为了事情而影响公事。我没有。 我说的是事实。许诺帮赵天成融资的事是事实，发邮件给法国是事实，现在迪欧广告时段被抢走了，也是事实。够了，董事长，麻烦您交给我来处理。除了许诺之外，所有人请离开。智哲，我相信你不会令我失望。 停止一切工作，暂时离开公司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开除我？暂时离开公司，这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。这太可笑了。您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吗？3年前。 我就是这么被别人陷害的，我是冤枉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？我相不相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现在已然是这个局面。只是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必须做出决定。暂时离开公司，等到事情查清楚，我会请你回来。这跟开除有什么区别？你现在让我走人，就等于向所有的人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做的。 可是我明明没有这么做，这都有不公平。沈总，沈志泽，你应该相信我。你老是说要我相信你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？当年我就是这么站在赵天成的办公室里，只不过现在面对的人不同。 3年了，我还以为一切会变得不一样，但其实你们这些做老板的，根本就不会顾及底下人的感受，唯利是图才是永远的真理，你们都一样。对，或许你说的对。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保持专业，听懂我的意思。等到事情调查清楚了，我会请你回来。沈志泽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许诺不是任你们摆布的玩具，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让我回来。你就是求我，我也不会回来。
董事长慢走，再见。我之前告诉过你，不管是沈总还是迪欧，都没有你的位置。我经营这么多年，凭什么你一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？活该！你信我？我信你。为什么是你，不是他？他有他的立场，而他的立场让他身不由己。别闹了，这样会感冒的。我就要闹，凭什么我不能闹？我明明没有错，为什么大家都管我？为什么？No!